粉专林北好友版主林玉红涉嫌自导自演被恐吓案，昨天清晨从国外返抵国门之后，随即就被带回了桃园市刑大，下午移送桃园地检署。检方复讯之后，以涉嫌恐吓、伪造文书等罪名向法院声押，地院今天凌晨一点多裁定他收押禁见。当初为什么想要自导自演？脸书农业粉专林北好友版主林玉红日前自曝遭到恐吓威胁，却被检警调查发现疑似自导自演，他随即出国，直到七号凌晨才搭机返台，一下飞机就被检警带回侦讯。这一块一样涉及侦查内容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多做评价。林玉红抢在东窗事发之前就出国，民进党中央党部七号召开记者会，质疑国民党有网军寄生在桃园市政府，才让林玉红从桃园国门离境。张善政回应表示，绿营是在模糊焦点，太有想象力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在模糊焦点。现在不管是这个莱猪或是鸡蛋，完全荒腔走板，他们在民进党政府不去面对，反而在这边瞎猜测，觉得说我们这边有网军，太离谱了。林玉红在七号下午移送桃园地检署，检方复讯后，以他涉嫌恐吓、伪造文书、诬告等罪名向法院申请羁押。法院在今天凌晨一点多裁定羁押，并禁止接见通信。记者赖淑敏、林志坚、詹淑莹、吴其昌，台北桃园报道。